这位先生，你在我们家的果园做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来看一下。没有错，这个就是土野家的招牌。好，土野家的招牌终于做好了。土野家药局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开幕？我总要送点东西给你们。有一个东西非常适合，它跟健康又有关系。限量100份，这100份送完，代表我的开幕活动结束了。至于怎么送，请把影片看到最后。我现在呢，就出发去找给大家。这位先生，你在我们家的果园做什么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就是看一下金枣。金枣。最近我们云南哦，7月8月没什么下雨，有没有影响？影响蛮大。影响蛮大。前两年那个天气一直在下，所以就很适合。还有南部就比较不适合，比较不适合种起来，也是可以种，可是种起来就没有那么好吃。金枣又称叫做金橘、金橘、金柑，但是它跟金桔，我们要喝的金桔柠檬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的节目看到对那个脆皮金枣是，感觉看起来就很可口。我们这一支蛮厉害的，我坐飞机有坐船的，就是要外销出去嘛。对对对，这个大概。距离它成熟大概还需要至少2到3个月，所以就以我们女生在怀孕的话，它大概就是6个月，对，6个月还不够成熟。因为柑橘类它的营养成分都在果皮，那它是可以连果皮一起吃的，所以就是价值就会更高。不要看它小小一颗，它的维他命 C 是比其他柑橘类再高上8倍以上，超厉害。那会不会因为加工之后会有影响？看技术，对，我们50年喽，老师傅的技术很厉害。第三代，对，从阿公就开始。阿公，对，没错。2018年回来接手，嗯，对，去年创立这个还有一个品牌。除了蜜饯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用在身体上面，比如说乳液，或者是说防蚊液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复方的精油，芳香类，对，高经济价值的产品。那目前市面上有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在做这件事情？目前。没有，没有，讲得有点害羞。一次送就送这一袋哦。来宜兰的时候，记得去兔兔教室的药局走走。要消费啊，不要走走就好，还是要买一下东西。宜兰很好玩，我觉得宜兰很棒。好山好水，好多美女，好多美女，讲得有点害羞。